大家好，咁我系黄超华，咁今日 number 系334啦，咁我今年19岁嘅，咁点解会参加？其实我就19岁啱啱 form seven 啦，咁就冇咩嘢做，咁啱自己对唱歌有兴趣，咁有个平台咁咪上嚟玩。首先紧唔紧张？一开始 OK 紧张嘅，但系临尾我觉得今日我听自己把麦声唔系好惯，所以临尾好似啲声唔系好啱飘嚟飘去啦。咁我希望其他參賽者會好啲啦。如果我又嚟咗嘅話，講真，我覺得自己 OK 嘅，不過希望評判唔好淨係單單睇一日嘅表演咯，俾個機會我咁繼續行落去。超級巨星 Super。